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主与你同在。然后气氛人对我说，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上帝是人，人要归于上帝，信父信子信灵。今天是种子主日，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到开始我们的崇拜，来高声唱，来到敬拜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Come on.
我了以前用种子主义的竹门来到以前祷告，全能永恒的上帝，你向人类彰显极大的慈爱，差派你独生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着我们肉身的样式，并依然消失在十字架上，求神使我们能跟随主温乃和谦卑的榜样，并在主的复活中有份，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今朝圣经经文系出自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并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上帝的话语。等着我们大家平安。今天再一次的透过一个嘅视频咧，同大家见面啊，仲系有啲唔习惯啊，但系唔习惯都要习惯嘅啊。今日牧师咧就会用广东话咧同大家分享一个嘅信息。今日咧马来西亚已经进入一个嘅第十八日啦，就系我哋嘅呢个嘅行动限制令嘅第十八日。我们当中可能在这里问的就是一个的限制令会不会延续到四月尾呢？可能更加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会到几时才会结束呢？我们要跟一个的病毒要对抗到几时呢？到3月31号为止，在马来西亚确诊的人数已经高达2766宗，而死亡的人数呢是已经高达43人。全世界的确诊的人数呢已经高达80几万宗，而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万。单单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呢，最高一日死亡的人数呢是919人，而这个病毒呢已经扩散到全世界超过200个的国家。我们再看看这个病毒对全世界的那个影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几个国家，很多国家其实已经是实行了一个封国又封城了。马来西亚目前只是实行一个行动管制，就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封国或者是戒严的地步，所以记得大家要听听话话，就乖乖的留在家。也因为很多的活动都停止，所以整个的经济，全世界的经济都瘫痪了，失业人数已经节节的上升，中小型企业呢
就已經面臨到一個倒閉的一個的危機，又因為這個海外的這個的疫情的蔓延的影響，全球的那個的航空業又遭受了巨大的一個的衝擊。歐洲第二大的聯航這個廉價航空公司 EasyJet 都已經停飛所有的一個的航班，而連口號 Now everyone can fly，就是現在每一個人都能夠飛的這個亞航呢，都已經宣布了會暫停其飛行網絡的大部分的一個的機隊。在社交網站呢，就有人放了這個亞航總裁一張很有趣的相片，就寫著就 Now nobody can fly， 現在沒有人可以飛了。幾日前呢，一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呢，就指出一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經使整個經濟陷入一個的低迷了，全球已經正式的進入一個的蕭條衰退，情況呢比這個金融危機呢來得更加的嚴重。當我們看目前因為這個新冠病毒所帶來的影響，再看看聖經裡面的話語所給人類的那個啟示的時候呢，讓我對今次前所未有的一個情況作開一些的反思。就今早早晨呢，跟大家分享我一些的反思。第一，就是人算什麼呢？過往我們人都認為人定勝天，即是人必能夠勝天，因為人類的智慧和人的生存的能力在個地球上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人的那種的自大，人的那種的自傲呢，認為一切都能夠掌握在自己的那個的手中，人能夠征服一切，人能夠怎樣呢？人能夠穿越一個高山，人能夠飛越一個海洋，能夠升上一個天空，降落一個的星球。再看看人類的發明，再看看人類的創造，哇，人建立了很多，建造了很多的摩天樓、金字塔、這個的萬里長城、網絡、在我們的手機等等，這些都是很偉大的一個的發明。人類甚至自大到一個程度，就已經認為不需要相信在冥冥中有一位的創造者，一位創造者創造了一個的宇宙萬物，創造了一個人類的一個神。但我們在這裡想，我自己在這裡想，就是你一個細細的病毒都能夠搞到全個世界天翻地覆，人心惶惶。你一些很強大的國家，他們有最先進的那個的武器，有最頂尖的那個的科技，有最好的良好的設備，有雄厚的基金等等優先的條件，都要向一個病毒來到屈服。現在還在想有什麼辦法能夠打敗一個的病毒，即人真的能夠勝天嗎？有專家就咁講到，佢講人啊需要準備咧，同呢個病毒長期嘅共存啊，即係你要預備咧，同呢個嘅病毒嚟到一齊生活。其實人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偉大嘅。最近有一個牧師咧就分享，佢喺呢個嘅視頻見到一段好有趣嘅話。就是这个的新冠病毒呢，就对人类讲的一番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很小，但我的力量是很大。我没有武器，但我会杀人。我没有脚，但我比你跑得更加的快。我没有手，但我可以黐在任何的地方。你很大，但你很软弱。你有眼睛，但看不到我。你有耳朵，但不听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遇。人算得是什么呢？
当我们看周围所发生的事，再看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能够下的其中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就其实我们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是很渺小的。今天染上一个新冠病毒的那些人，不单止是那些身体软弱的，不单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不单止是那些贫穷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势力没有钱看病的人，不是啊，连那些最强壮的运动员、年轻人、国家的领袖，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各等阶级的人都会染上这个的新冠肺炎病毒，是不拣人的。在诗篇第八篇，诗人大卫就教导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向上望，我们要望什么呢？在诗篇第八篇就这样讲到，他说我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并神所层次的月亮星宿，相应之下，诗人感觉到人类是何等的渺小，于是他就说人算什么。如果我们同这个创造者来到去相比，来到去比较呢，用人的创造和人的发明和创造者来到去比较的时候，我们算不得是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是了不起的。人可以创造射得最远、最有杀伤力、最强的原子弹，却比不上一个细细的病毒的威力，甚至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散播的范围的本能。但是诗人没有停留在人算是什么，纵使人是很渺小的，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坚固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一个形象所创造的，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竟然照顾、竟然顾念到渺小的人。不单止如此，他也赐人类荣耀尊贵为冠冕。哇，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赏赐。更加令人惊讶的就是圣经这样的跟我们讲，就是神爱世人，甚至他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住在我们中间，藉着耶稣基督的受苦，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他已经有了一个神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耶稣得胜了。因此我们这些原本因着罪以一位创造主隔绝的人呢，藉着信靠耶稣，能够再一次与神建立一个的关系，并且也得到也得赐一个荣耀尊贵为冠冕。耶稣得胜了，我们也得胜，哈利路亚。他也赐给我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那人算是什么呢？伟大的创造者竟然顾念渺小的人，神赐给人类一个尊贵与一个的荣耀，他更加顾念到罪人降生成为血肉之体，受苦受死，为要带领人进入一个的得胜，进入一个的荣耀。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不再惧怕一个的苦难、死亡甚至病毒，让我们要仰望和跟从耶稣，在祂里面能够得着一个的荣耀和这个的胜利。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的宗旨主日，
是纪念了耶稣基督骑着一个驴子呢，就凯旋的进入一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宗旨之日呢，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恒国度的君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他应该是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好好地来到审查我们自己，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坐在我们生命的一个宝座上，耶稣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耶稣是不是我们一切的主。今天我们在面对着一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一个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难免有惧怕、忧虑，有很多的未知数，所谓今日不知听日事。让我们再一次到回一位创造主的面前，来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驱走我们一切的惧怕、我们的忧虑、我们的不安，让一位的和平之子、平安之子来到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隔离，但我们不隔心，让我们的心是仍然向着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反于我们就别忧郁。为什么？因为有主的同在，有耶稣赐的平安。让我们一起的用一首诗歌呢，来到去回应我们的信息，耶稣给你一个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耶稣给你平安。
但见到喺报告嘅时间，啊，首先咧，我哋爱听一趟嘅信息，啊，即系我哋嘅太主教，啊，有一趟特别嘅信息，啊，特别系讲到我哋宣告会进入一只新旧一些嘅啊报告。Greetings in the most precious and mighty name of Jesus, our Lord and Savior. As you are well aware.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is extended to 14th of April and inevitably affected all regular church services, including the Holy Week services, namely Maundy Thursday, Good Friday, and Easter. After discussion with the Provincial House of Bishops and our diocesan senior leaders, I have made the following decisions.One, all respective dioceses will decide their own Holy Week services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ir local context and constraints. Two, for Diocese of Sabah, please adhere to the followings. A, due to movement control order,and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especially in our central archdeaconry. There will be no services and no Holy Communion in all our churches during the Holy Week. No Holy Communion also applies to worship services held at homes. I'm aware that there are churches doing online consecrations of the Holy Communion.Perhaps we can discuss about this when we meet as clergy and pastor's body once things back to normal. But for now, my instruction on Holy Communion during Holy Week stands. B. We encourage every family to worship at your own respective homes. C. Churches may arrange their own Holy Week services via onlineor live streaming for their members. D, live streaming and recording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Facebook, YouTube for Maundy Thursday, Good Friday, and Easter. Churches may download these sermons and incorporate them in your own respective online or live stream services. Three,We encourage all to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s gracious intervention to e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a vaccine for this coronavirus to be found. Four, we pray for a quick end t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to recover and move on in their lives. We also pray for comfort and strengthupon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loved ones to the pandemic. We look forward for the day we all can return to worship and receive Holy Communion together in all our churches as a big family of God. May this temporal inconvenience causes us to have a deeper longing for the heavenly banquet that awaits us when Christ returns.有一只拜师，我哋后继续有一只嘅啊，设立宣传嘅崇拜啊，即系 Monday 啊 Thursday， 然后拜五，当然又系有一只嘅啊，受难节啊，所以我哋在12点钟嘅时候啊，我哋又有一只嘅特别嘅受难节嘅崇拜啊，当然咧礼拜日啊，就系有一只嘅复活节嘅崇拜。所以我哋要注意下啊！我哋要在我哋嘅啊網站啊，在我哋嘅啊 Facebook， 我哋要去 upload 啊一啲嘅資訊並睇噶啊，用我哋要採一隻嘅先兆，引人叫基督嘅來到去敬拜上帝，來到去尋求上帝。嗱，最後用嚟就係如果我哋要愛啊做一隻嘅涉業奉獻嘅啊，我哋要啊能夠採一隻嘅銀行。一隻嘅贊助啊，嚟到做一隻嘅奉獻啊，所以我鼓勵大家啊，在日頭嘅時間啊，繼續嘅嚟到去重視嘅嚟到啊奉獻啊，接落來就係我哋要愛嚟到推動嘅時間啊，首先我哋愛感謝主
上帝保护我们，想起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会作上帝的看顾，想起报销来到去感谢祭。我们听见也会作所有受到日日的善干非人日日影响的人来到去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到去医治的祭，也得到有好多人演作日日的COVID-19 呢，在日日的生活中有遇到日日的问题，受到影响，甚至学生的学业呢也受到日日的影响，我们会继续祷告。最后用我们也祷告上帝呢，在历劫后代的人，在日日的困难的时刻，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去继续前天的日日的盼望，用我们一切的祷告。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到结束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就尊父的名为信，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给你赐给我们，要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叫我们脱离凶恶，以免结吐甜饼饮料前世父的世事无尽。阿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到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爱报销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人认识敬爱上帝和信自我主耶稣基督，要因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听姐妹，愿你们平安转去侍奉主。让我们用一首的诗歌来到结束我们的崇拜，满有能力，我们的一切的来到宣告耶稣基督是满有能力的，在这个地步我们有日日的平安。
世界，我敢。